我是 Rebel， 今天是2017年3月11号新左营站8:51所拍摄的新左营车站呀。我今天拍130周年才要拼完之前拍照。然后我打了搭3127的看完潮州的区间车。现在有3082次进入屏东县康王访寮的区间快车，蔡连区间快车。3081次啊，康王访寮区间快。8:57发车的区间快。有列车从进站，有列车进站，应该是116次，114次，经由三线康王七堵的瀑布直行。哎呀，302次啊，302次，经由南湾线康王新竹的 DR3000型9辆免堵才能自强号。好，今天见了，拜拜。